Bhujo Guru Sama Ainu wa Kudalana Bimasa Guru Sama Ainu wa Kudama他那时候一出状况的时候是送到台中基督教医院，但是这个过程已经是很长了，已经拖延到他的就医的那个情形。我是说复兴的医院，他是医院，我回去非常方便。有时候我们都到台东复健哦，一个礼拜有时候两次三次，油费也是花很多，所以想开个。打医院，然后有那个复健复健科这样，因为我们这边的原住民都一直复健，都跑到很远的医院了，因为我们年纪大的人真的不方便，还要包人家的车，也是不方便。阿拉古巴隆乌拉布纳拉古马查萨布拉布拉，亚克拉巴村达布拉布拉呀，那那嘛那嘛啊，阿亚克。我们的路途的费用。比我们去看病的钱多了不成比例，所以我觉得我常常想，我表弟许超斌他有这个有这个计划，能够有个医疗在附近，就像大武啦哪一个地方比较就近，路途比较近的地方，我们所有的生命还可以挽回。Bhujo Guru Sama Ainu wa Kudalana Bimasa Guru Salima Ainu wa Kudama Nama Bimasa最近的日本3.12大地震，我们台湾的捐款是全世界的所有的国家里面最多的，所以我是觉得台湾人真的是充满了爱心一个所在。只是说我会很遗憾说，为什么这些爱心都要被灾难所一才能够激发出来？为什么不能落实在你的日常生活中？
南无阿弥陀佛。